啊，今天大家又回来受持八关斋戒，那又有礼拜三昧止餐，我们要了解的今天斋戒的内容分成三等份，拿三个重要的部分呢，啊，大家跟我念：了解众苦，自是业缘，灭苦之法。对，学佛就是要了解这三个重点。各位今天来受持八关斋戒，那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能够离开痛苦，得到究竟的快乐，有没有这个需求啊？有没有？有希望无？你有希望无？今日来拢有希望啊！啊，希望得到快乐吧，脱离这个痛苦啊！啊，所以第一个了解众苦，这个世间的苦啊，啊，在你身上就知道了。你比有苦无？啊，你那边就是一个苦的字啊，做面隔壁看一下，伊的面苦面现无，两女白白的，鼻啊啊十字架，啊这个嘴就是一个口啊，有苦无？看下伊的苦面现无？无面现，你来围一个，我边来围一个，啊本身就是一个苦啊，苦字啊。啊，你要伫个这个苦的当中要找到快乐啊，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众苦为什么会有苦？那、啊、因为无明。什么叫做无明？啊，不了解世间万法的本质是个痛苦，无明的产生。不了解而执着，执着而产生烦恼贪嗔痴，因为贪嗔痴烦恼而造作种种的痛苦啊，贪嗔痴而造作了啊这八条痛苦，因为这八条让我们痛苦啊，所以我们要反邪归正。过去杀生啊，今天不杀生了、啊。过去偷盗啊，今天要把钱拿出来啊。啊，过去乱来啊，啊，未来要修学犯恨啊。以前嘴巴啊，不饶人啊，啊，今天嘴巴闭得紧紧的、啊。那你了解这个苦啊，知苦才有办法离苦。啊、所以学佛之人要有这个觉受，觉受自己的苦啊，病人的苦，老人的苦，小孩的苦，没钱的苦，有钱的苦，睡不着觉的苦，没钱花的苦啊，给我念一遍：千人千般苦，苦苦不相同。对啊，所以佛陀把这个苦浓缩啊，浓缩在每个人的身上啊，身上的基本的痛苦啊，我念一遍：生老病死苦。生老病死苦。对，这个是身体的苦。你家的狗有没有这个苦啊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放生的鱼有没有这个苦啊？有啊。天人有没有这个苦啊？有啊。
只要没有出三界六道，这个苦就一直跟着你啊。啊，那你这辈子没往生极乐世界，下辈子还会不会有生老病死苦？会不会啊？会啊，出生就苦了。一出生接触到外面的皮、外面的风啊、外面的业缘啊，啊，你就考啊，啊，在做注意啊，啊，出事的笑呀，笑起来啊，看我中华一通，我来这个人间人世间啊，啊，都是哭的比较多啊，啊，如果不哭啊，也不会讲话啊，妈妈会怎么样？把你打到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为你不会讲话了，以为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，所以小孩子他都知道苦啊，苦啊，苦啊，我哪会来啊？啊，拢是老爸老母厉害啊，不是老爸老母害啊，是你家己害家己啊。无明而轮回生死，啊，欲望而未脱轮回啊。啊，所以大家要了解苦的原因啊，无明不了解为什么人家健康啊，为什么我生病啊，不了解人家为什么有钱啊，我为什么贫穷啊。如果你可以选择啊，要投胎在有钱人家的举手一下，你可以选择啊，能啥样的呀，其他都会善解好行啊。就清醒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今麦几点啊？大家人啊，你的面啊，哇，真麻烦呢！阿弥陀佛，才几点啊？嗡阿吽，嗡阿吽，真神哦！你是透早是交声，交声袂少了。啊，等下要换名词啊！我讲你着，你搁困你下巴紧啊！等下中间食便当就好转去啊！啊，大家要较清楚的，今天要来修改，较有精神的。啊，所以这个苦啊，大家要完全的了解，因为了解才有办法真实的灭苦。啊，所以可以选择，大家也要有钱啊。啊，可以选择，大家也要司机啊，开车载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可以选择，心想事成啊。啊，大家拢合佛啊！大家厝内拢有一间佛堂啊！大家食三顿拢免烦恼啊！大家逐天拢放心啊！逐天拢点顶1080，好唔好？好啊！啊，净土就实现了，净土就来到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千人间攀苦？因为业报不一样啊！所以佛陀说一切的苦，一切的苦不离生老病死。那再来跟我念广大苦。对呀，广大苦啊，广大苦代表这个国家，有些国家战争啊，有些国家有传染病啊，有些国家没水喝啊，啊，有些国家没衣服穿啊，啊，有些国家没读书啊，啊，有些国家啊，睡觉的时候都睡在外面了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啊，广大苦啊，所以生长在台湾，有赢了不？有啊，啊，你早上是从啊，你昨天睡在公园早上过来的，举手一下。无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咧困咧讲，困讲就袂醒安尼啊。啊，困困的是乌麻麻的啊，衫都破破破的呢，啊，敢那非洲来的呢。啊，所以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福报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些战争的痛苦，啊，没有这些传染病的痛苦，啊，没有这些短命的痛苦，那过去是啊有修行啊，啊，但是修的不好啊。啊，所以再来轮回啊，继续修行。啊，再来跟我念一切门苦。门啊，门代表家庭啊，家庭有家庭的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家庭有什么痛苦啊？
做甲要死啊，嫌我老慢啊，做甲要死啊，啊，钱拢是我花的啊。小孩让你痛苦啊，啊，现在的小孩子好像，啊，有些妈妈啊担心小孩子啊，三四岁还阁袂晓讲话啊，有无？啊，我姐姐小孩也一样啊。啊，两岁外，三岁也阁袂晓讲话，啊，袂晓讲话烦恼到要死啊！啊啊啊！即摆咧，想我讲话嘛烦恼啊，吵到要死安尼。想我讲话嘛烦恼，你看咧，吵到要死啊！点点嘛烦恼啊，想我看嘛烦恼啊，无朋友嘛烦恼，朋友侪嘛烦恼啊！啊，那到底要安怎咧？有这个问题无？会晓读册嘛烦恼啊，对不对？书呆子啊，袂晓读册，恐怕做老慢咧。啊，所以有小孩也有小孩子的负担呐。啊，像我们呢，我们的负担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就会想着，哇，我四十几岁，我老爸老不能老啊呢。啊，慢慢的我们就会有这个啊接触老人的问题啊。啊，老人接触完之后就有什么问题啊？老人病啊，对不对？老人病的问题就啊，常常跑医院的就知道。啊，后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给我念一遍。插管、气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！大家要不要插管啊？啊，用吸管就不要插管，好不好？啊，插管啊！为什么会插管啊？告诉你们原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奇怪好啊！无你你唔来插嘛，我嘛唔知啊。插管的原因啊，啊，插管就是直接就是呼吸道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卖去买迄个瓦吉啊，上来好无啊？啊，瓦吉啊，你若买起来呢？啊，在那边穿开有无？鱼啊，离开水面是不是穿开啊？会瓦吉啊，是啊。啊，你让这个鱼啊，啊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啊，啊，那你就要被插管啊。那插管的因是什么啊？啊，你这个啊，大家都会面临到啊，啊，你这个屠夫啊，这些鸡啊，这些鸭啊，这些猪啊，这些牛啊，要死亡的时候，都是哪里第一个受伤啊？哪里？啊，咱人放血，放手啊，鸡啊放血，你叫放手呀？你放啊，几工？你放几工？啊，鸡啊，放血，咱放血。喉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放血要放血，你若无想法，我话你放血，我话你放血，你放较紧啊，好唔好？放血啊！中风的人是不是要放血？放血要插哪里？手太慢了，直接插这边来了，会让放掉呀，放掉的细里啊。啊，所以做屠夫，那也会有这个支气管的问题。那所以如是因，如是果啊。啊，一切的门口。啊，所以年纪大了你要注意啊，啊，盯奉心啊，啊，插管气切啊，啊，一百个老人啊，八十个都这样子啊，啊，好在我爸爸，对啊，要插管啊，啊，要气切啊，我赶快给他回向啊，就马上往生啊，啊，这个不是不孝啊，我让他不要有这个痛苦啊，啊，进步的世界。就会有这些痛苦的事情接二连三的来啊！啊，有一个国家啊，他没有这个插管气切的问题啊！啊，给我念一遍：老人与一杯水。啊，你超过啊八十岁时，你逐天落放一杯水伫你的眠床顶，好不好？啊，什么叫做老人与一杯水？有个国家，有个地区啊，啊，他们没有这些。插管气切的问题啊，年纪大的人啊，老人啊，啊，如果睡觉的时候，啊，他还有力气把这杯水喝下去啊，他还可以继续啊，延续他的生命啊。如果没办法了，啊，家里面的人也不勉强，阿弥陀佛，啊，你都阿弥信不信？好好死啊，主人死啊，今麦有主人死无？啊，今麦有啦，主人去用冲死啊。插管啊，气切啊，啊，外在的
啊，让你身不由己啊。啊，所以门苦，家庭的苦，没钱的苦啊，啊，租房子啊，赚不到钱的苦啊，啊，不一样啊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第四个跟我念，邪行苦。对，这边讲的邪行苦，要离开痛苦，反而制造更大的痛苦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身体不好啊，那身体不好，你找到真牛的医生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身体不好，你明仔开始你啉拉汤啊，我无甲你骗，绝对好啊！啊，有人来讲哦，你身体不好啊，你讲你得癌症啊，我报你一个避孕啊，什么包拢卖你来吃，你先吃牛排好啊！你无看迄牛排，迄包拢红起起啊，你欠货啊！啊，所以看病爱找有合乎的医生，好不好？恁即摆有安尼做无？恁爱找牛的医生，还是找合乎的医生？爱，你爱找着路啊！啊，牛的医生无一定有合乎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道德、有气概的医生，无一定高明啊。但是伊照符合你讲啊，某咪人啊，我你讲啊，唔好去食肉啊。啊，愈食身体愈歹。啊，你真正要啉什么鸡汤，对不对？我阿你报啊。啊！你加啉大米煮水，加啉一挂。大米煮水有比鸡汤搁较好用无？有无？有啊！甘露水有比蛤蟆汤搁较有营养无？有无？啊！恁大家有去啉无？啊！我报恁大家啉好唔好啊？大家有咸水无？啊！中三杯有无？中一杯家己啉好唔好？正，然后中一杯家己啉，正平一杯互厝内啉，倒平一杯互谁啉？旺嘛吼，互众生啉好唔好？会晓未啦？啊，甘露水啊，八方得水，就像今天八方斋戒也有八戒水。那所以无明产生痛苦啊，邪行苦。啊，你遇到不好的医生啊，遇到不好的人事物啊，那所以你要修行，反而制造更大的痛苦啊。那这个是个人的因缘啊，跑到外道去啊。啊，外道就是不持戒啊。啊，然后一直修行啊，一直念经啊，一直拜佛啊。那你如果修行不以持戒为基础啊，那你不能解脱啊。持戒是让你永离三恶道啊。那你不持戒，一直修行，修到地狱道去啊，修到恶鬼道去啊。越修越没福报，有没有？越修越没智慧，有没有？越修越堕落，有没有？有啊。那今天在座的各位啊。啊，我们越修越有智慧，好不好？受持斋戒，戒就是智慧啊。越修越慈悲，好不好？戒就是慈悲，就是利他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受持八关斋戒，我们不会跑到外道去啊。什么叫做外道啊？跟我念，向外追求，名为外道；向内进化，名为内道。对啊，大家要向外追求还是向内进化？向内。向内啊。今天八关斋戒就是最好的向内的进化啊！那向外借这个八关斋戒向内的进化，自力济精，向外的慈悲，利他之广。所以各位今天不杀生，谁要开刀我们帮忙回向，好不好？那谁要往生我们帮忙回向，好不好？各位请合掌跟我念，以此八关斋戒功德，回向所写往生牌位。个人七世父母，历代祖先，冤亲债主，赞华法师，大法成疾，业障消除，往生净土，好不好？好啊！要不要帮助众生啊？帮助众生一定要开心啊！啊，爱开心哦！你今有带真侪钱来无？无啥钱，无超过一千块毛病啦，超过五千块坐我边啊！差不多一万块，等下搬倒啊，坐在那。啊，帮助众生不是只有钱啊，啊，布施不是只有真的给予啊，布施有无形跟有形啊。而且各位今天受持八条戒，就有八种布施的力量。啊，所以外道的苦我们不会啦，外道的苦就是一世不如一世。啊，持戒的乐。啊，越来越增上，越来越殊胜，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快乐。
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人修行乃至于世间人，不要后悔，临命中不要后悔两件事。又念一遍：已造的恶业，已造的善业，这两个不要后悔，好不好？啊，业报论堆，死的时候就知道算总账。啊，那你就开始后悔悲呼啊，定业了。啊，那为什么说善业不要后悔呢？你做成就啊，也会啊，你听我，做成就也会呗。哎呀，啊，像我那一天啊，6月17啊，哦，我想到苦，哇、哦，3800位出家人，那早晚呢，阿弥陀佛了，当作赚了真好呀，哎呦，啊，苦苦不要当呢，啊，差差皮啊，现在签了那个啊，哎，我拢包啦，啊。高房的这个啊，在高房动作蛮高的，然后呢打电话过去，啊那一天全部给我布施啊，啊我再来找功德主啊，啊功德主50块100块也没关系啊，各位有没有是不是功德主是不是？是啊，你管我的花一个心嘛，啊好在我的决策是对的、啊，你看17号马上决定，不然我18号再决定没胡啊，人奖金都奖完了，人都算了了呀，对不对？把握当下啊，乃至于佛陀时代，为了要供佛啊，为了要供养佛陀的这些出家弟子啊，借钱来供养啊，借钱来供养啊，今天有借钱来参加法会无？有无？无啊，你看恁话我无啊，啊，所以借钱来做功德都值得啊。乞丐向人家借钱卖身啊，一辈子要成为奴隶啊，但是他啊。跟这个老板说啊，啊，你借我500块，啊，那时候500块很多钱啊。老板说你要干嘛？我要供养佛陀。我今天供完之后，我晚上就回来报道了，啊，做一辈子的工人了，啊。结果因为诚心供养，因为生生世世没有供养，所以生生世世做乞丐。那这一世有善根啊，闻到佛法，他跟他老婆商量啊，啊，那都没。没什么遮身体的衣服啊，这是叶子啊，啊，然后就是这个诚心啊，啊，供养之后呢，变成富有的人啊，啊，所以当下可不可以改变命运啊？可以啊，那看你怎么做啊，啊，所以学习苦，大家今天受八关斋戒，不会有这个学习苦的问题、啊，只会越来越好啊，啊，第五个跟我念，流转苦。对，流转苦就是流转在三恶道啊。今天不会，今天受持八关斋戒，未来执佛出世，遇佛出家啊，乃至于如果真的有流转，也流转在人间啊，也流转在天上啊，也流转七世升天，七世做人，富贵自在，最后终年出家，证得阿罗汉。那、啊、乃至于今天受持八关斋戒，未来可以怎么样呢？过念成为弥勒佛所作弟子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所以一日的八戒成为永恒的力量，一日的八戒成为未来的光明啊，流转苦啊，越来越好啊。第六个过念不随遇苦，对，啊，世间的不随遇苦。啊，我要买车子啊，没钱啊，不随遇啊，遇就是随着你的念头，不能够啊，满你的愿。现在买房子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现在经济不景气啊，啊，现在找工作啊，找到25K 就不错了，啊，省吃俭用啊，啊，年轻人啊，啊，结婚啊也是个负担啊，啊，然后生小孩更是喘不过气来啊，所以是怎么样呢？各位，此事修行时。此事持戒之时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恁家的囡啊，啊，阿无头路啊，你免烦恼啊，紧来乞丐，紧来忏悔，紧来好好修行啊，啊，转化一下，啊，那今天受八关斋戒，不但不会有不随遇苦，啊，还会怎么样呢？各位念一切满愿，要不要一切满愿啊？要啊，满愿啊，家庭满愿啊，修行满愿啊。菩萨道满愿啊，成佛满愿啊，啊，所以受持八关斋戒有4种满愿啊，啊，各位念满世间愿，
种菩提因，受菩提记，成无上道，对，四种愿都成就了。佛陀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发几愿啊？佛陀发几个愿啊？你是谁的地主？哦，我想说你不知道，你是谁的地主？阿弥陀佛几愿？药师佛几愿？观世音菩萨几愿？32愿，有这么多、哦？是哪一尊菩萨、啊？32愿，到底几愿啊？心底下跟平安华姐啊，啊，12愿啊，啊，释迦佛500大愿，500大愿有一条387愿，末法时期，啊，若有弟子受持八关斋戒，在我这个三圣教法当中，必定满愿。如果不满愿，我不成佛，我不成正等正觉。那所以今天各位都摄受在释迦牟尼佛的大愿当中了、啊。所以你发的愿可不可以如愿？你好呀不？好呀，大家拢是王英琼啊。你健康不？大家拢是阿难罗阿吉巴的杂位。啊，大家没有威德利不？没呀、啊，大家拢画出也跟单啊。为什么有这些力量产生呢、啊？8条戒啊。那再来第7个痛苦，跟我念迫害苦。什么叫做迫害苦啊？得到了有痛苦叫做破坏、啊、迫害啊。世间的乐后面都是掺杂的苦啊。那所以叫做有苦之乐。家庭虽然快乐，但是苦的多还是乐的多啊？苦啊！啊，对啊，小孩也一样啊！啊，现在国家政策生小孩的补助50000块，赶紧生啊，5万块没买不？买不？叫恁早起去生5万块快递哦！想较远啊，5万块会当安怎？5万块敢有法度用到3岁？有无？5万块敢有法用到10岁？敢有法度用到20岁？啊，生一个囡仔较大，爱开偌济？200万啊！200万阁无够咧，5万甲200万要哪比啊？啊，所以这个得到50000块，后面的苦却啊没办法收拾啊，迫害的苦啊，吃肉啊，哦、好好吃、哦，好好吃、哦。像我以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喜欢吃那个烤鸭啊，北京烤鸭啊，大汉桥有一间，好好吃啊、哦，会去买无？我真正真好食诶！哦，迄个路边搞的皮啊，搁南边葱啊，哦，食到唔知哪里啊！较早假日拢去买一只诶，唔知影讲食食真欢喜，后壁痛苦你就知影。啊，所以你给众生痛苦，这个苦永远都跟着你。啊，所以众生只得到乐，他没想到苦。啊，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又念飞蛾扑火，自烧自烂，鱼儿吞钩，不知其患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我们就是无明到这个程度啊，愚痴到这个阶段啊，啊，所以今天大家又念回光返照，要不要回光返照啊？要啊，八关斋戒就是要你们回光返照啊。那给那里。回来吼，世尊看病好无？啊，你有看病无？有啊，看病啊，病较轻啊，重。啊，啊，拄仔透早袂记讲，重的坐头前拢先看咧，轻的坐后壁啊，重病啊，啊，什么是病啊？啊，各位念一遍，贪嗔痴三毒是病。不孝父母是病。不信因果是病，不持斋戒是病，有没有病啊？有，很重啊！啊，所以佛陀说受持八关斋戒就是回来啊，啊，回来调整身体啊，啊，回来调整心态啊，啊，所以各位什么爱6天8天回来，好做看一下好，好啊，八关斋戒啊。啊，所以
今天大家知道这个苦了，那你有灭苦的力量吗？啊，刚刚讲了，了解众苦，再来呢，再给我念一遍，自是业缘。对，自是业缘。每个人的因果不一样啊。啊，你的苦，各位，你现在的苦，你知道什么样的因果的举手一下？你现在的苦，你知道是什么因什么果的举手？两个人，两个人啊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三个人啊。所以学佛不了解因果，你是没办法离苦的啊。最基本的离开自己的痛苦啊。啊，那你要帮助众生，除了离开自己的痛苦，为什么会做医生呢？啊，医生就是知道病因呢，啊，他才知道怎么帮助人啊。啊，所以自是业缘，你生病的因是什么？大家要去了解，要去探讨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世间有八种痛苦。啊，所以佛陀制定了八个戒律，那么远离世间八种痛苦，远离世间的八种痛苦，慢慢走入八种解脱，八种解脱还不够，慢慢的走入八种力量来帮助众生啊，自是业缘啊。要不要长寿健康？要不要身体有力？不杀生气就得得到了，阿弥陀佛，不自是业缘啊。那个讲话吗？那个杀心吗？啊，清清色色吃菜好不好？不会老哦，老了老晒啊，你老了老个听不会啊。啊，清清色色放心好不好？我你也困不起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戒有断恶修善啊，有自我保护啊。戒也代表这个催化剂啊，这个戒让你快速成佛催化。较紧嘞，较紧嘞，那百万再个教，较紧嘞，人家考啥好话，就叫你去怎么？催化剂呀、啊！啊，你无要得功德，好话要得功德啦！你做生就叫你去怎么？有啊，催化剂呀、啊！较紧去啊，百万再个要开始啊，你去困，莫再个困啊！借有这个力量啊，催化、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啊，快点持戒。那、啊、所以你看，知道第一个啊，长寿健康，身体有力啊。啊，所以每个人生生世世戒杀、放生、吃素、吃食，那、啊、太简单了。不要等到下辈子，这辈子天天就做好不好？再来跟我念：多劳财宝，心想事成，即开灭亡。那么，即开灭亡了。啊，那卖人救急了没？救人急了没？我们寡妇嘞，你们卖救人。卖人借钱，佮借人钱，我还快乐的。啊，你讲你，啊，要不要快乐一下？我如果有钱呐、啊，等一下中午每个人发一万块，我那笑他离离啊，笑他表达我袂过呢，哇，一万块呢。啊，对啊，你讲有钱会当帮助人呢，放心放心的，以后有快乐无？有啊，放心的放心的，才会有快乐无？有啊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可以帮助人啊，自己很快乐，这个慈悲的快乐是世间没有的。啊、你自己去做看看呐、啊！啊，你看我供养三千八百位出家人，我的华严经嘛，我打我打上修的这么容易啊！哈哈哈！啊，对呀、啊，自是业缘啊！啊，所以你的苦的原因要去了解，了解之后你才有办法转化，转化才有办法超越。啊，永远的记住苦啊，苦的种子怎么来的？啊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各位念菩萨会因。众生为果，果你了解了，不要再制造痛苦的因了，好不好啊？不要制造痛苦的因，那你这八条戒不是只有今天受、啊，今天受啊，那明天也要受，生生世世都要受啊，所以这个叫做自是业缘呐、啊。啊，再来给我念灭苦之法，灭苦之法就是持戒啊。你了解因果，你不持戒，那这个苦还在你身上啊。啊，你了解因果，但是你不持戒，那这个苦还会延续啊。啊，所以今天不但要忏悔，忏悔是消除过去是种种的痛苦，那持戒是未来没有痛苦了。啊，重点在此地啊。啊，大家要得到佛陀的第一清净之戒，得到清净戒，
他的情形啊，是要各位来忏悔啊。那忏悔也要了解啊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忏悔之前要做什么样的观呢？第一个观，我念一遍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。对，第一个观要这样子想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业报如影随形啊。那这样子，那你就会去忏悔啊。啊，这个苦是我们自己造的啊，所以这个业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啊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啊，那你就慢慢的这个恶业就会消除了啊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心可以造业制造成痛苦，心也可以转业，也可以让这个痛苦慢慢的转化，慢慢的离开啊。所以这个业有如黑暗啊，忏悔有如光明啊，千年暗示一灯即破。业有如这个大雪啊，北极的大雪，那忏悔有如这个热水，水浇入这个雪会怎么样？你没有看过雪啊？有没有煮过热开水？煮给泡妞啊？热水碰到雪会怎么样？水会融化，雪会融化，不是水融化啊。所以这个雪，不管你多大的雪啊，多大的黑暗，透过忏悔变光明啊，所以这个恶业就消除了。你的恶业有如这个火，这个木材啊，整个悲怨池都是木材啊。木材要怎么给它烧完呢？一把火就烧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木材就代表我们的恶业啊，火是代表忏悔。有清楚不？有。听有不？有。有捌不？有。会做未？会。也唱者，你哪搁咧困哦？你哪咧困啊？叫者，我们开始啊，重点要开始啊。好起来，等下打轮子完继续困。啊，所以忏悔啊，忏悔自己不是忏悔别人啊。重点来了，各位那边忏悔自己，不是忏悔别人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所以第一个观想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啊，那第二个观想呢？第二个观想要了解灭苦之药，唯有忏悔。别人没办法为我们解决事情，你这个业要连根拔起啊！要不要叫旁边的人一起帮你拔啊？要不要叫你旁边的人帮你一起拔，把你的业障拔起来？要不要拔萝卜啊？要不要啊？你的苦你自己知道啊！啊，你自己造的业，自己拔，连根拔起，灭苦之药。那第三个，布施不能够啊，消除你的痛苦啊，可不可以消除你的痛苦？不行，唯有忏悔啊。所以很多人啊，布施得到的福啊，后世得福罪还在，听到不？听不？亚秀，后世得福罪还在，布施有福报啊！啊，你癌症哪无得消毒啊？你个布施一百万，你癌症哪个治的啊？你敢听有？那阿爸做是阿爸被暴死的啊，不是被暴死的啊，你做唔到方向的啊，一百万嘛爱啊，你还要加忏悔啊？啊，你一百万暴死出去啊，你以后你愈来愈好，愈好呀，愈来愈好呀，逐天放一台车好唔好？好啊，愈来愈好呀，暴死你，暴死福报啊！啊你癌症呢？透过你忏悔啊，忏悔完了，癌症的消除了，癌症消除了，癌症好，继续吃饱好唔好？啊，不会怎么样，卖吃好不好？有啊，哎呀，听有无？所以你忏悔完了，爱吃，买什么来改无？哎呀，所以忏悔跟持戒是一样的，
啊，那再来做什么样的观想呢？各位念一遍，自他业不转移。自他业不转移。对呀、啊，自他业不转移呀、啊。啊，舒服啊！你这哪打起去？痛苦快，遭你来，遭你力量的。属于哪打起去？你工作弄好玩好。自他业不转移呀、啊，你的苦不能够转到我这边来。啊，我的苦不能够转到你那边去啊。这个叫做《白业经》里面讲的，自他业不转移啊。啊，所以这四个观想，那、啊、大家如是做观啊。那、啊、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真实的忏悔啊。那、啊、忏悔有上、中、下。啊，有些人不晓得怎么忏悔。那、啊、所以人拜跟人家拜啊。啊，那只是种善根啊，恶业没消除啊。啊，所以上品忏悔啊，跟我念一遍：惭愧合掌心不乱，发怒喜心求忏，发怒喜心求忏，一忏不复造诸罪，一忏不复造诸罪，三世如来当证明，三世如来当证明。对啊，要忏悔的时候要合掌啊，心不乱啊，忏悔心爱心下啊，兄弟自是业缘啊，啊，出来别冰晶啊。周身都超多，厝内人都跟你食饱啊，啊，厝内人啊，拢无好过啊，啊，厝内人拢得癌症，有这种家庭无无？这种家庭，厝内人都得癌症，你知道高阿妈得癌症，有这种家庭无？有啊，人拿本书，阮高阿妈癌症，高阿妈得癌症，我头一遍听。啊，这个叫做业感啊，啊，这个狗啊，跟你上辈子一起造恶业，业感啊。啊，这三个，这三十二个人呐、啊，一起出车祸，一起死亡，业缘呐、啊。为什么这三十二个人一起死亡？啊，上辈子一起杀死一条牛啊，那这条牛成为当你开车的司机啊，司机没死，车上的人全死了，业感啊。啊，所以你合掌，细心不乱，发怒，得癌症，战热忏悔啊，啊，从今天开始。啊，不再吃肉了。啊，我现在贫穷，从今日开始，哪怕只有五块钱，我都要布施啊。舍一得万啊，今天不布施，你要等到哪一天布施啊？啊，所以一忏不复造诸罪。忏悔完之后要持戒，那跟谁说呢？三世如来当证明啊。嗯，所以恶业消除了，啊，就这样子，痛苦就没了。第二个中品忏悔，跟我念：发怒无始，发怒无始，生死业，生死业，愿大悲水，愿大悲水，洗尘劳，洗尘劳，洗除罪障尽六根，洗除罪障尽六根，施我菩萨三句偈，施我菩萨三句偈。对呀、啊，第二个中品忏悔也要教我们发怒啊，生死的业，生死的业就是恶业，生死的业就是不清净的业，生死的业就是痛苦的业。那怎么做呢？大悲水啊，佛陀有没有大悲啊？佛陀是大悲还是小悲啊？大悲。什么叫做大？平等叫做大。什么叫做大？没分别叫做大。什么叫做大？六道众生都摄受，都要让他们离苦叫做大。大悲水洗尘劳啊，那你发怒，佛陀加持啊，我不再造恶业，佛陀就加持，大悲水给你加持。啊，所以罪障六根恶业消除了，消除要怎么做呢？求佛菩萨施我戒律，三句戒，愿我怎么样能够念？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施我三句戒啊！所以我们等一下忏悔完之后，要很虔诚的求佛菩萨加持我，让我们八条戒律都圆满，好不好、啊？好啊！第三个下品的下品忏悔，跟我念。起于无爱大悲心，起于无爱大悲心，不惜生命毁三业，不惜生命毁三业，以作之罪皆发怒，以作之罪，未作之恶更不造，未作之恶更不造。对啊，所以上品忏悔要不要发怒？要不要持戒？中品忏悔要不要发怒？要不要持戒？下品忏悔要不要发怒？要不要持戒？重点来了。啊，所以那个离开痛苦，你多期待，无可能离开痛苦，哎，会记的啊。
主啊，我出来就无多，我爱做错个，我出来就无多，我爱做生意，我爱创啥话无，我未至于，我创啥话无啊？啊，快乐是家己做啊，痛苦嘛是家己做啊，是想要清楚，啥物对咱有帮助，啥物对咱啊无帮助，啊，所以善恶也不能够掺杂。啊，那佛陀告诉我们，忏悔要怎么做？再给我念一遍：不惜生命毁三业。不惜生命毁三业。这个生命啊，生命拢会死啊，死多紧啊！这个苦唔好，咱阁继续好唔好？对啊，不惜生命啊！以前是不惜生命造三业啊！啊，咱叫你卖食猪肉，你家己卖食，好你臭蛙子啊！大家也在吃啊，你叫我叫我拜佛，你自己拜佛啊，叫我拜佛啊。所以造恶业的时候你猛烈忏悔的时候没办法拿出真心了啊，所以发怒之后未来的恶都不要再造了，那这样子啊，那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所以持戒叫什么？给我念，持戒名为坚固财。对啊，坚固啊，啊，所以坚固还不够，还要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代表什么？最基本的坚固，坚固就是说人天的福报坚固了，解脱的功德坚固了，菩萨的力量坚固了，意思坚固，坚固就是不堕落痛苦的地方叫坚固啊，坚固啊，就像我们考试啊，那。考公务人员啊，考什么都没关系啊，至少60分及格好不好？兼顾60分啊，啊，60分代表不堕落三恶道了，60分代表人天有福报了。那你越来越精进啊，那兼顾不受，兼顾还要得乐，所以你会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殊胜。所以戒有增上之意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60分、65分啊，那你超过100分。那你就解脱了，那你200分，那你越多分越有帮助众生的力量啊。那所以现在要来忏悔，大家发怒啊，共念一切痛苦是自己造成的，一切烦恼是自己找来的，一切障碍是自己建立的，唯有忏悔灭除诸苦啊。电灯关起来啊，大家发怒。